小胖，小胖，你能不能挑战一天只吃黑色的食物啊？如果能，我可以带着全年级的同学用下巴壳给你点小心心。下巴壳还能点小心心吗？还真能，那还等啥呢？让开！早饭给小胖来个真的很脏的脏脏包，再来一杯巧克力牛奶，泡上奥利奥，这就差不多了。看着特别特别脏，吃着倍儿香。浓浓的巧克力味。午饭给正在睡午觉的小胖来个韩式炸酱面，再配一杯冰冰凉的可乐。至于饭后小甜点嘛，那就来个小胖最近特别爱吃的金丝猴跳跳麦丽素。哎呀，什么这么香？吃热乎乎的炸酱面，必须要来点冰冰凉的可乐，干杯！这个口感跟我小时候吃过的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这里边居然有跳跳糖，吃在嘴里边明显能感觉它噼里啪啦的在跳，好玩又好吃，没错，就是它，童年的味道。晚饭给小胖来一份离这十米远都能闻到臭味的油炸臭豆腐，再来一杯甜甜的黑芝麻糊，果然很臭啊，但是越嚼越香。纵享丝滑。